取一根90厘米的玉线，围绕着食指绕三圈，绳头穿回三圈里。取一颗自己喜欢的平安扣，穿过平安扣，再把绳头穿进圈圈里，拉紧绕圈圈的两端绳子，再收紧另外一根绳子。收尾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绕两个圈，然后绳头穿回两圈里。再拉紧收缩一下就可以了。完成，喜欢的留个爱心再走吧。